将米提前水泡4到6小时，肉馅最好手工剁碎，越细越好。珍珠丸子的做法步骤：一、里脊肉剁碎，拌入鸡蛋、水、淀粉、盐、鸡精，拌出来的肉馅要稀软一些，这样蒸出来的丸子才不会发硬。二、团出1元硬币直径大小的肉球，在泡好的江米中滚动，挖在盘中，每个之间预留一定的空间。三、装盘后，隔水大火蒸15分钟。